今天康熙来了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眼睛都睁不开来，因为2004年两位台湾人气最佳的美女要相聚了。你人好好，我放算进去，我还担心你会说一些很伤人的话呢。我旁边的徐熙娣小姐绝对是2004年台湾人气最旺的美女之一。也还好啦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可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来宾林志玲小姐。欢迎林志玲，在2004年果真做出了许多惊人的记录，代言广告、杂志封面，就连综艺大哥也为她大打口水战。林志玲更接下了金马奖的主持工作，让一向不服输的小 S 也燃起了熊熊的斗志。今天林志玲准备要开口唱歌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康熙来了，精彩内容，林志玲千万别错过哦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不是换你唱吗？好，我们动作我输他。我们讲好，林志颖只要唱最简单就是真奇怪就好。好，你只要他唱真奇怪啊，不要勉强他。好，哎，要垫步，脸红了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。好奇怪，大家唱啊！你唱的唱的很累，是因为你这样吵得我还唱一遍。你真的让林志玲笑翻。好了，所以真的没办法，是不是？还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吗？不要了，不要，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连真奇怪一句都不行。不然我再从一只没有眼睛那边唱好不好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搞笑？因为他被你逗得太好了。好，我认真，我认真，稍微正常一点。好，从一只没有眼睛那边。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真奇。还不错，我听到一个字了。哎，你唱得很好，你真的可以唱，没有问题。对啊 ，OK， 那现在讲那么夸张，至少真奇两音都准啊。第一个你音很准，然后你气也够，所以绝对可以唱啊，没问题啊。谢谢，给我信心。为什么不唱啊？为什么不唱歌？是谁讲坏话伤害？被哥哥打击太深，他们说我给你50块，你不要再唱歌。才给50块，哥哥很过分。你是唱了什么歌让他们这样讲？没有啦，就在家里爱哼这样。你在家里哼什么？不用唱出来。在家里啊。谁的歌？都有吧，有时候英文歌什么都有。好，英文歌好，讲一句，讲一。不要再逼我了。只是讲而已，不用唱，没关系啦。唱一首。像说什么 Don't cry for me Argentina， 真的好难，太跳了，太高难度了吧？两只老虎，还有娃娃声哼，这首歌真的蛮难哼的耶。就像小时候你学英文，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学英文歌什么那种什么，什么小白花，对，类似那种，对啊，就会唱。所以你们公司难道没有就是计划帮你出唱片吗？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啊，所以唱歌我们任务失败，对不对？那只好教他跳舞了。跳舞可以吗？两个总要做到一个吧？就假装在舞厅遇到啊，假装在舞厅遇到那种。他要跟你一起跳啊？没有，假装在舞厅遇到那种。你要真的还假的？是你，你也来这边玩啊？可以，我从来没有遇过你耶，要不要一起跳舞？好啊，走走走。哎，你蛮会走的嘛。小时候，哎，我们来搜一点好不好？你看我多会扭，你看我多会扭。哎，不错耶！快来，快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。看，大腰，大腰那种。嗯，大腰，你就不了解比较性感。我是你哦，真的，我也觉得。你看我们这俩要耍心机，砸那么多对白，你做任何事都是废话，连都对白。可是，好，刚志玲刚刚跳的舞步，就是去跳舞的时候会玩。
就会这样跳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他做任何事情都带有一丝的清纯在里面，很棒啊！对，你看连扭都是有一种，对他就是没有妖气。对，我没有暗示你，是他没有，你有暗示，我没有，你是整集在讽刺我，没有，对，你很性感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如果是目光焦点的话，我觉得你跟林志玲一起跳，他因为个子比较高，所以一般人会，我可以带那个箱子去舞厅没关系，还自己箱子去里面在这啊，还自己跳舞吧，然后放那个，太心酸了，你就跳到桌面上去跳就好了，没有啊，凭良心讲，真的是连女生都会赞叹。没有啦，真的。那你从来没有拉他过吗？嗯，你不可以脏兮兮，然后就穿着乱就要上街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不会到拉他。我不晓得，我爸妈其实从小管得蛮严格，就是说从小你一定要很得体，就是你出去的话，他们也希望你干干净净。所以你可以大肆的挖鼻屎吗？尽量都是让自己呈现一个得体的状态，我觉得这很多时候是一种礼貌。所以你也是属于那种不敢在男友面前放屁的人，对不对？那还好吧，敢在男友面前放、我觉得两个人真的在一起很熟悉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都愿意手牵手跟他在做马铃薯沙发，就没有关系啊，就那有可能会玩那种故意放给阿文说，哈，放一个屁，然后赶快跑掉那种游戏。目前没有，到目前为止，以后我会学习。你一个人玩过这个游戏？对，以前不晓得有这个游戏，可能以后可以玩玩看、啊。然后把你招来说坏蛋，坏蛋，坏蛋，打你屁股掉，然后就学你。帮你们编好一套游戏，你的每个故事最后就是舌吻啊，一定要舌吻收场的、啊，这样才浪漫呢、啊。你在学校有被追得很凶吗？就是那种同学。学校国中的时候比较有，多凶，就每天都打开抽屉都是情书吗？对，就那时候比较多情书，大概一天会有几封？不是太记得哎、欸，没有到那么多啦。OK， 对，然后你都一一拆阅吗？我都一一拆阅，然后收起来。所以，那你自己本身有暗恋过别人吗？我国中的时候有，哇，国中，这中正国中，那感觉神奇嘟嘟脸。哎、欸，那时候脸型跟现在不太一样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这个，这是你哦，真的脸型不太一样吧？我们这一届刚好发禁解除了，以前很严格要中分夹夹子的嘛，到这届开始可以有刘海长一 点，所以这个是十几岁，十五岁吗？十五岁，十五岁，国中毕业十五岁。你在你们班上最漂亮的？没有哎、欸，其实像我小学是舞蹈班，我们全班女孩子真的都很漂亮。这小学其实全班都很漂亮哦，这左边右边都很美。我发现她小时候嘴巴蛮大的耶。对，而且我很大的招风耳。很多美女都像小猴子。你现在嘴巴还大吗？不大啊，差不多吧。现在没有，真的是越来越漂亮哎、那个时候看只会觉得哦，小孩子，对，不会说出什么漂亮或之类的话。所以，这是哥哥吗？我哥哥恨我啊！我们以前去照那种艺术照，我们以前很流行在西门町那种。哎，哥哥像你弟弟耶。对啊，看起来像我弟弟。你哥走这个路线啊？现在比较不一样。哥哥现在帅吗？还不错。没有意要朝演艺圈发展？没有没有。你要下手啊？我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姐姐在演艺圈这样会尴尬。不会啊，你如果做了嫂嫂，你就可以好好整她，叫她去洗衣服，把手弄粗啊什么之类的。好了，把你哥电话给我。下次见面。哥哥应该有女朋友了。有。你哥有在家里称赞过徐熙娣吗？有。真的吗？有。说什么？就很辣。怎么可能？很辣。哎，你哥真的很诚实哎。很辣。你每次有心事，第一个倾诉的是哥哥吗？演技大挑战，林志玲演出坏女人的美。林志玲，我觉得你很过分哎，你干嘛抢我男朋友？你以为你哥了不起啊？男朋友的脚长在他自己的身上。要来不来又不是由我决定，你拽什么拽你？康熙来了！你每次有心事，第一个倾诉的是哥哥吗？而不是妈妈？哥哥，为什么、啊、很少人会跟哥哥讲哎、欸？妈妈，你会觉得说事情不要让爸爸妈妈烦。然后哥哥的话，我觉得讲出来，我觉得不一定要解决，很多事情讲过了就算了。
那哥哥会有那种真的保护妹妹的心态，就常觉得说天塌下来没关系，就哥哥抱一下就没事。还会哥哥抱一下，这么亲密、哦？我也会抱他，我比较像姐姐。其实，因为台湾人的那种家庭是你要抱对方，我觉得兄妹比较少，对这样子。可是其实我很欣赏，在国外大家很喜欢拥抱那种感觉。台湾人个性比较内向，对，像现在好像一个拥抱就被人家写成什么怎么？可是我觉得拥抱是很基本的。对啊。然后家你常常跟爸爸妈妈拥抱，他拥抱后来发现说，记者在好像会很。真不会。你本来也要拥抱他、啊。因为我觉得拥抱是很好的习惯啊，你知道人被抱一下，那个会健康很多。而且那种温暖。志玲，真的耶，加油，赶快超越我。开玩笑，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哎呦。胸部对胸部，胸部对胸部，好了啦。对，感觉抱是很棒，对不对？感觉不错，嗯。所以就有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拥抱本来就很让人快乐。真的。所以你有被误会过太爱拥抱吗？还好哎、欸，模特圈应该都还蛮常拥抱的吧？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看到那种好朋友，真的有没有男生被你抱，结果会错意，然后乐得半死？我不晓得，其实我会抱真的是比较熟的，像我们公司很多模特啊，我会觉得说我看到你现在好，我好开心哦，然后我看到他们我就会很想要抱他们。对，他已经有两块好像了，我们再访问久一点，他会不会整件掉下来？这也太累了吧，那催眠力肩带，这两个处心积虑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俩真是心机重啊，没别的。好，那你刚刚在广告里面编的那个爵士舞有没有什么构想？就是舞步。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本来是说希望我能跳芭蕾。你会跳芭蕾吗？对，其实我本来是学芭蕾的，然后后来我想说，好，一个做一个芭蕾动作看一下。其实可能就很基本那种延伸。哇！就很基本的延伸这种动作。哎、欸，你真的随便动一下，大家就猛拍耶。他找一个踢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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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其实不愿意讲这件事情，因为你刚刚猛动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拍。那拍那两三个人是谁？就我一动，这么悲伤，我一动，然后大家就 kick kick， 然后又开始看远方。我一直不想讲这件事，因为真的太夸张了。康熙来了，有这么多大明星来过，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而且我真的演对，就是抿嘴抿嘴笑，或是怎么样，就是他只要一变换一个动作，大家就 k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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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ck。因为通常大明星来，大概前十分钟，记者们进完任务，他们也就离开了。有这样一直留着，然后我跟他那照片是他们要自己带回家看的，很多记者谢谢你们留下来，然后舔背面，对，正面也可以舔的，正面也可以的。可以舔没关系啊，你不要那么在意吧。我不会了，我不会。好，所以你说芭蕾动作对你来讲是很基础的事情，对，它是基础。然后后来我觉得说，其实牛仔裤是要带点活力和动感的，对不对？芭蕾好像太软，慢，对，太软。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希望快一点的音乐。那爵士的精神是什么？爵士的精神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在扭动的曲线感，而且它那种应该是微微释放的性感，这也不是很狂，对，不是那种拉丁这样，它可能是慢慢的。一点点，存在肩膀又来又来，看起来比较。所以，你其实蛮敢表演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太怯场。那你也会演戏吗？我目前没有演戏的经验，可是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。真的、啊，你会想演吗？还好、欸。西弟很爱跟来宾演戏，你愿意跟他演一下吗？如果叫你演坏女人，你可以演得出来吗？对，像说呢，譬如，就比如说你把我男朋友抢走，然后我找你来理论，你就要说，哼。男朋友的脚长在他自己腿上，他要走不走不是由我来决定的，讲这种狠话、啊、然后这样瞧不起我、啊、瞪我，这样也可以演吗？男朋友的脚是长在他的你男朋友的脚长在他自己身上，长在他自己的腿上，长在他自己的身上，长在自己身上。不要，你就说脚就长在他身上，要走不走不是由我来决定的吧，好吗？简单一点，那拿出狠劲，不要笑眯眯的哦。好，我现在你要用你这种你知道狐狸精的样子，然后我来找你理论。好，你先背对他，这样比较好演。等一下把头回过去讲狠话比较像。好。林志玲，我觉得你很过分哎，你干嘛抢我男朋友？你以为你够了不起啊？男朋友的脚长在他自己的身上，要来不来又不是由我决定。你拽什么拽你？别打我！看我打死你！欸、他演得很好，有那种感觉，欸、不错。
好人了，真的啦。你说我可以唱歌，又说我可以演戏，其实因为我本来以为你就是会演到一半就啊不行不行，就还演的还就是有那种。我觉得金马奖之后他就会被就被找去主演《别为我哭泣》阿根廷，就是。如果是歌舞剧，就我的梦想。连两只老虎都不敢唱的歌舞剧，所以没办法，那只是梦想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已经克服唱了一个真奇怪的真了，所以。你现在再多来几次就唱长一点、欸、如果到时候王家卫啊周星驰都找你拍戏、哦、我真的会气死。你可要记得提拔一下徐熙娣哦、啊、让他演一个配角，拉我进去演几个小角色啊，一起一起，我可以露点。老是搞这一招。好，他刚刚 演法跟你想的一样吗？ 我没想到他会演、欸、应该小女孩子都会演吧。嗯，你有想过这种？没有想过，可是女孩子都会有那种表情吧，就打量对方啊什么的。你觉得志玲有在做任何健身操吗？健身操还是你去健身房？我以前去健身房，这阵子比较少了。那你有办法这一阵子忙的时候怎么办？我觉得平常我都还是会做很基本啊，抬腿啊，对，这些动作。然后我家里有一个登山机，所以还是固定做一些。你说踩那个板子这样子？对。所以哪些是最一定要做的动作？对你来讲，我觉得女孩子到了一个年龄以后，下半身会比较不受控制，对，所以可能下半身要注意，尤其是东方女孩子。所以平常可以做一些那种抬臀的。提臀啊，然后抬腿，或是像我们刚刚做那种倒踩脚踏车，其实都很有帮助。你来，你对着我好了，面对着我。所以你刚刚做的那个动作是要，他平常可以这样，可是你要拉，然后拉，觉得说这条还有后面，其实真的有那个力量在这样子，然后就往后抬。然后其实平常自己看电视就可以 做几下，你可能做，其实我都会至少做个差不多20分钟，或是买个呼啦圈，还好还好，买个呼啦圈，然后在家看电视就摇一摇。是不是因为没有准备好，忽然之间这么红，你才愿意让媒体知道你的年龄？啊、哦，如果知道会这么红，是不是应该要降低一点？比方说，其实不会，21岁这一类。其实那不可能隐藏的嘛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你讲第一天、第二天一定就被人家挖出来的，而且大家又会开始挖，到时候被挖到就是你说谎。会啊。他以前没有出名，为什么会有资料在别人手上？其实一定有的，这些资料一定都存在的。真的吗？对，所以你。其实我反而没有打算要隐瞒过啊，我没有打算隐瞒过。其实我们之前去 casting 做什么也都是报实际年龄，真的哦。那你实际年龄是几岁？我现在要30。哈！可是我反而真的觉得好低级啊！你不是知道吗？故意的，没有，真的是。我觉得年龄真的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看上去。我觉得他应该给了很多30岁的女生。很大的希望，就是说哇，还可以这么漂亮。这年头年龄根本不重要，重要是看上去怎么样。谢谢。所以对你自己来讲，当初有没有变成一个压力？就是说，面临30岁这件事情，有变成一个噩梦吗？不会，我反而觉得说，现在年龄你是最完整的。譬如说，25岁的我，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完整度让大家喜欢。我有时候会这样觉得，所以有可能明年。31岁，然后遇到一个对的人，你就结婚生子。林志玲为爱不顾演艺生活。百老汇写信来邀请林志玲去参与《国王与我》的歌舞剧演出，跟台北的丈夫说不准到美国去，因为远距离会无法维持婚姻关系。好难哦。所以我就会觉得，如果下一个阶段我选择的是婚姻的话，那就为婚姻做该有的选择。来了，所以有可能明年31岁，然后遇到一个对的人，你就结婚生子。然后如果结婚后，他说林志玲停止所有的公开表演，说好吗？好啊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一个真的是互相相爱，他一定会体谅你。所以这种要求，我不觉得他会这样开口。可是我觉得有这样开口，一定是有他的理由在。好，到百老汇写信来邀请林志玲去参与《国王与我》的歌舞剧演出，跟台北的丈夫说不准到美国去，因为远距离会无法维持婚姻关系。好难哦。所以我就会觉得，如果下一个阶段我选择是婚姻的话，那就为婚姻做该有的选择。所以你会选择婚姻？我现在还不晓得，就说未来的路怎么。我还不知道，可是下一阶段如果是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的点在的话，也许我会去抓住它。所以先抓婚姻胜过先抓百老汇歌舞剧，对不对？看哪一个先来。如果说结婚生子，然后变成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，没有关系。
就2004年轰动一时的林志玲，从此从江湖上消失不见了。我觉得一定有下一个阶段的快乐吧。然后你在家里面看着其他林志玲的接班人一个个冒出来，这么一年是真的人家送给我的一个礼物，然后所以对我来讲已经是格外的丰富和精彩了。本来的我可能这都没有。你真的讲真的，如果没有2004年这一波突然的莫名其妙的红起来，你真的有会准备好就是说就做一做模特儿，然后就没有变成明星，然后就走向婚姻，就这样啊？就你可以接受你的人生没有发亮的一刻吗？可是我还是会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发亮的。Okay. 我觉得你只要对工作认真啊，还有自己家庭，然后有很好的家庭关系朋友，其实你会觉得说自己就是精彩，只是发亮的。那每个人有不同程度的评分，我不觉得说一定是明星啊，还是说报纸写得多你才是红。我真的觉得那个尺在自己。哇，今天真的林志玲加分好多。我觉得我们俩感觉好邪恶。对啊，我们俩懂得我们的动力，是吧？把世界让给吃苍蝇好了，怎么样？感觉很黑暗。把世界让给那个精灵女王，对，天使小天使，没有我的天使。林志玲，谢谢你今天来看。谢谢你，谢陈升，才华洋溢的制作人和歌手，1988年推出《拥挤的乐园》，让听众见识到他魅力独特的城市情歌，自然的态度与情感。陈升总是有不按牌理出牌的率性。今晚的《康熙来了》，小 S 和陈升会激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内容十分精彩，你错过可惜呀！康熙来，今天当然还是康永跟西弟来的客人呢，是一位大才子，我们欢迎陈升。欢迎升哥。不好笑。我没有要搞笑。他今天来心情不错，是因为我知道他还蛮哈你的。你又怕这个字，怎么怪怪的？人家怎么说也是长辈吧。你不要一开始就把界限画这么分明好不好？你是你自己调戏过人家的。对了，我当时是调戏一下升哥。你不要紧张嘛。你跟陈升说了什么？那时候升哥是上我那个娱乐百分百，然后当时好像问了升哥说，有没有可能跟我交往？后来你还放话说，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个，因为你自己觉得你的身形变了嘛，然后我也在练铁人三项，然后制作单位就放话来说，好不好一起去那个游泳啊。结果后来本来是要一起游的，听说是你退掉这个通告，你说你身材不够好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做重力训练，因为我本来想说50岁要拍写真集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撑到我50岁的时候。可是升哥当时应该也没有认真吧？有。就是我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认真想。对啊，任何有血有肉的男子，比如说萧远忠，你问萧远忠，他一定会考虑一天一夜。你跟我说了好几天，不是我考虑一天一夜，他一直说小 S 约他游泳，很兴奋的。那升哥，你会认真考虑我当时问你说要不要跟我交往这件事情？有，每一件事我都很认真考虑。再来又看某杂志写说。跟你吃一顿饭，要开价要160万，那是外面的价了。对，我现在是每讲一句话，我就大概赚5000块，5000块。没有，如果今天是升哥要约我吃饭，我当然会有一点折扣啊。买月票吗？你知道他的夜店很受欢迎的吗？我是有听说啦，可是也是有一些人跟我反映说，他在夜店，比如说都会很跟人家聊天呐、啊，10个里面大概有8个都是蛮想中途离场，只是不好意思。我们今天有邀客人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哈。今天的两位来宾，萧炎中还有静德，我们欢迎他们。欢迎两位。请问静德是谁？静德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也不认识。你是谁？静德是我的唱片企划。OK。那去夜店都是你陪他去的吗？这些年来十几年，我都常常一起去夜店。他真的很受女生欢迎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每次去这边哈，他的角色总是好像送往迎来的这种感觉啦。因为其实他去通常不会约女生，然后来都是不小心碰到，不管去这个店 A 或者是 B 或者 C 这个店，然后呢，通常是
有碰到的人，那森哥就热情的招呼他们，然后喝喝酒啊什么。那通常也都是他们先离开了，这样。对。为什么会发生什么？只要森哥开始演讲，大家就想离席的事情？就他很爱讲话吗？可能因为每天都要去嘛，所以那个话题可能会有重复性很高的。哎，上次是谁上我们节目有说遇到森哥的时候，他想中途离场？康康、啊。哦，康康，好像伍佰老师也是。刚刚有伍佰说，他们只要到夜店都会先把头探进去问说，如果他们两个凑在一起，应该会聊得蛮好的。跟我们这种级数的，他们听不太懂我们在说什么。所以是说你们级数太高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到底是谁高谁低，但是总之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。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《风中的费洛蒙》，我念一段里面的那个给你听啊哈。风中的费洛蒙第75页，他哭了。啊，这她是女字旁，她哭了，哭得很凶。我不是没有对自己发誓过，再也不纠缠你了，很吓人的。她那么说，这是男生的她哈。然后这女生的她就坐在男生的她身上，她坐在她身上，粗暴地褪去她的衣服裤子。她捻亮了灯，看着她啊，女生把灯捻亮，看着男生，想看得清楚，像再也不能看得更清楚了。那男的他就躺着，失神的想伸手去拿烟。像溺水吧，失神的想抓住一根草，肋骨在瘦弱的肌肤里面起伏，然后那个女的她就俯身吻住他的嘴，企图在他做任何许诺之前制住他，他不想让他的许诺在风里散移，然后就两个人就说不许说不许说，另外就说我恨你我恨你，然后两个人就纠缠在一起，结果只有那个两个就睡着了。我这样讲太糊弄了，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做不做不重要。OK， 那个 moment 不是那么重要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就你本身 care 不 care 做这件事？就做，都上身。你来干嘛的？没有，此刻没有像你做的事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是一个对这种事情怎么会是他来帮你回答？又不是他跟你。陈先，徐经理问你问题啊，做不做重不重要？担任保育大使的陈生居然随身带把刀。你要看过那个公海市，你下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带武士刀，我告诉你。对对。偷偷藏了一把刀，心里想说你再过来，我老的死。那里面还有一只陆龟，非常大的陆龟，70几岁。所以陆龟得罪你。那一只也很有名，叫做 Longsong George。哦，寂寞的乔治。对，如果他每天都在流眼泪，好像很孤单的样子。我是在想说，如果那些保育大使都不在，我当场就把他掐死。为什么？死的理由是什么？是哪个单位想要叫你当保育大使？其实是因为那个周华健不能去了。康熙来了，又不做重不重要？刚开始的是重要的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两性来讲，刚开始的时候是重要的。嗯，后来有时候这件事反而会变成累赘。嗯，所以你现阶段已经觉得这件事是累赘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随着年纪渐长，已经那个情欲的门慢慢现在大概演上45度了，可以再开。所以身为他的朋友，他就是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去迎接每一个女孩，是吧？其实想那么久。对，你们怎么搞的？你不是有服用镇定剂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像人家很为难，因为他很想讲真话啊。而且这问题，真话是，其实我们多年来其实什么狗屁倒灶的事也没干一桩。真的吗？我们认识了很久了，那他说的那种波澜壮烈的状况我大概有见过，但他现在的确是在收敛，因为之前他一直强调天蝎座是性爱机器，强调不止一次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萧炎那天是见识过他的那段辉煌时期。他的确是蛮受欢迎的男性的。严中哥，你见识过我的机器吗？没有啊，你不要乱讲。我见识你的机器干嘛？你跟他认识多久
差不多有二十年吧。那当然见识过那个机器啊。一般我的印象里面，他总是就像静德说的，常常就会有莫名其妙，不是 model 什么就凑过来。当然也不是说凑过来一定怎样，但知道阿森身边应该都会有好酒嘛，可能就凑过来喝两杯红酒或干嘛，那总是都会聊得蛮愉快的。model 之类的。哇，所以。Model 是你最主要的机器运转的对象吗？你不能在他的话里面，他其实只是讲错话了，什么是 ？Model 有很多种，好像我身边都是 Model， 不是吗？嗯、所以也有专柜小姐。哎、欸，也不是啦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 Model？ 就是一般，所以 model 这件事把他惹火了，是不是？他火是火在没有 model 就被说成有。对啊，你那个三铁的事情是真的是受伤之后，就是决定要锻炼身体才参加的。对，实际上我们在在出事之前呢，我们都有一个游泳队跟潜水队，已经玩过好几年了。那出事之后呢，我以为我废了，嗯，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我。全部的右半身其实是废掉的。嗯，那我心里就在想说，哦，你要不如让我死掉，要让我站起来的话，我一定操得比以前还严谨就对了。所以在医院的时候，这些朋友来啊，像孙大伟他们就来，然后他就说，你最好再练得更强。比如说，我们有去参加那个台东铁人三项，嗯，你今年你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来会操，然后。我们去拿一个证书，超厉害！三铁这事情其实很耶，困难。We need, we need. 所以三铁是游泳跟什么？男生哥，第一铁是游泳，游泳是40分钟之内要完成，等于是1500公尺。第二铁是再骑脚踏车40公里，要2个钟头之内完成。第三铁我觉得是最难的，就是在跑10公里1个钟头之内完成，所以你要在3个钟头40分钟之内完成才称为铁人。对，你有觉得自己要受不了要死掉的感觉吗？有，我那个成语叫目光如豆，就在那一次感受到，然后镜头视线只剩那个睁眼那么小，这样叫目光如豆。然后他们又派了大概十几个那个国手级来压阵哦，然后跑过台东市哦，然后台东市民都夹道欢迎，这样。所以你明年还要参加吗？我们想参加更厉害的。什么？不像啊。那个国外的那种四人的那种 challenger， 5天5夜的那一种。那这里面要有一个女生，所以其实我们缺一个女生。challenger 就是3男1女。嗯。要不要？不要，我有认真想哦，我有认真想哦。你还起码想一天一夜啊？不是啊，我体力本来就不好啊。可是他们3男，我一定会说好 ，Let's go， 然后就回家了。三男受不了，哪需要一个女生？就对，那个游戏的趣味就是三个可能很强，然后一个很弱，然后就变成3个要一直抬着那个。对啊，这样不是拖累你们了吗？但是就很英雄气概，你不觉得吗？对，那个就是很感人的部分呢。所以你就想要，我知道你想要追求的场景，就大家在爬山的时候，我跌倒，你就说来，没关系，我们要走，一起走，然后把我扛上来。你只要一路哭就好了，哭5天5夜这样子。好 ，OK。你以前以后他为什么都没有像别的人讲的说，要先探头进去看。申哥来了没？然后来了就换一家。那时候就是会想说，哎，申哥在，然后就开始跟他把酒言欢，然后聊了差不多10分钟之后，就会想说，怎么都没有人打来可以救我，让我离开这。真的假的？因为申哥的话题真的是很广泛。上次康康说他喜欢聊宇宙的起源，对不对？对。真的吗？那个话题是我们最不常讲的。出现过这个话题。那个话题是拿来支配小孩子。自上帝的走开呀，把他弄反了。通常在那种状况，头上冒金星，这样一直在想，这到底有没有尽头呢？你最常聊的话题是什么？我们最常聊什么东西啊？国外的事情比较多吧，比如说在英国啊，或者在加拉巴哥啊，或者在什么地方，因为他常常会谈到他的一些
海外的国外的经验呢、啊？他在国外的经验，对。康熙大词典，女人永远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你四十七岁的时候，绝对不愿意在书的第一句话就写说，我四十七岁，然后我是老女人。我第一句话会写说，你管我几岁啊？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加拉巴哥群岛，它那是个达尔文写进化论那个岛，反正他是帮助那个保育鲨鱼工作过去的。对。然后因为在一路谈的过程中，他代表的是大使嘛，他就是要去保育鲨鱼，因为台湾吃可能中华人吃鱼刺吃太多了，对，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去讲鲨鱼那个。那讲完之后，就有导游一直介绍我们。我们还没去看鲨鱼的时候，那他那边有那个海鬣蜥、陆鬣蜥嘛，就是那个保育动物。然后讲，他拐一个弯，那个导游走到前面之后，陈先生在后面拿起个石头就砸那个蜥蜴。我就是真的丢了，就是吓那个蜥蜴。那个蜥蜴给我吐口水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保育蜥蜴，对不对？没有保育了。没有保育吗？我只是那个。儿童的习性又突然出现了，就是小时候不是我们看到蛇啊、蜥蜴啊什么的，就是想置他于死地，吓他一下，叫他给我滚蛋，不要打我，因为他那时候突然把一旦说这事情真的超好笑。就后来那个领队有傻眼吗？他完全不知道，他一直在他背后，对，他一直跟他谈这件事情，然后比如说他要他去下去海边海里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公的海狮都很凶嘛，那都很小心，他就带了一把刀这样。那个导游都不知道，就碰到一个老太太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拿那个刀是干什么？”他就跟那个老太太说：“万一有那个渔网网住那个海狮的话，我就要把渔网割掉。”这样，其实是他在想说，如果海狮要攻击我，我就杀了你。你要就可以杀海狮。那老太太是没有见过这种保育大使，好恐怖哦！要看过那个公海狮，你下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带武士刀，我告诉你。对对。他是偷偷藏了一把刀，心里想说：“你再过来，我老的死。”那个岛很棒哎，那个岛是达尔文当初写书的时候，我有进化啊，我后来就不吃鲨鱼烟了。但是如果下次再看到海狮的话，还是会做事要攻击他们吗？如果海狮是真的是很可恶的动物，它最可恶的地方是它会把自己小孩压扁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一只公的可以取。20个母的，然后那个整个海滩的100多公尺全部是他的领地，他只要看到人形的东西跟海狮形的东西过来，他就要驱逐，跟你干一架就对了，一来就抢我的马子就对了，他会这种态势，所以你也不欣赏他们的态度，对啊，光是这种态度我就想杀死他。你这是我遇到第一个保育大师讲这种话。哎，大 S 也恨台师哎。我是保育大师。是爱找你们什么？可是我是保育鲨鱼的啊。OK， 所以你不管海狮死活。而且对，只是表示了我的个人的那个态度嘛。了解了解。一夫一妻是合理的，你一个人处理20几个马子这样子。可是他们是海狮，你会不会有点管的领域太广了？不管，杀死。所以你没办法忍受男人同时跟很多女生。太帅的都应该处理一下，公平嘛，公平，因为在情绪上我们做一点社会主义的那个协调嘛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那里面还有一只陆龟，非常大陆龟，70几岁，所以陆龟也得罪你。那只陆龟要不是说有人在看，你也要杀它。因为那只陆龟是只有那个品种的最后一只，然后那个加拉巴哥的那个政府出$100万。帮他找老婆，说如果逮到一只母的，跟他可以传宗接代哦。70岁了哦，70岁还要传宗接代哦。他是最后一只啊，他有任务啊。所以雷尼尔要杀他的意思吗？那一只也很有名，叫做 Lonesome George。哦，寂寞的乔治。对，如果他每天都在流眼泪，好像很孤单的样子。我在想说，如果那些保育大使都不在，我当场就把他掐死。为什么？理由是什么？70岁还要$100万帮你找老婆，还一看流泪装可怜，然后每天都流泪着。龙山救起你鬼鬼！对啊，他可能自己保育大使陈深去过加拉巴哥岛以后，大家都死光，只有鲨鱼还活着。那个乌龟
活的就像很像那个人皮人猪这样子，异性阑珊这样。我认为每一个异性阑珊都活着，可以给他处理一下。因为他可能咬不到自己，没有办法自杀，舌头也不健全。他可能成全。我知道了，你的人死的那一种。嗯，对人生没有那种冲怎么讲活力的人，对对对，没有活力的人，不够积极的人，去死一死好了。我不能这样讲了，但是真的，如果我真的，我们是真的看过有些人实在是活得非常无奈，活得不知道你到底在无奈什么，但是又很不快乐，那就永远都在 complain 自己人生很不顺遂那些。对呀，你可不。拐个弯呢，去游泳一下，运动一下，就人生总有事可以做，就对了。对啊，你就照顾不了自己，然后又变成社会的跟家人的累赘。我理解你这种个性，可是是哪个单位想要叫你当保育大使？其实是因为那个周华健不能去了。然后他们要有潜水执照的人，我们公司有潜水执照，就是周华健跟我。哦，那你那个执照是什么执照？哦，这是更久以前，横渡日月潭的，游过日月潭。天哪，这个也有执照啊！所以只要游过日月潭的人，他都会发给他证书，是不是？嗯哼，4000公尺。我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参加你的跨年的那个演唱，就是其他团都结束了，他才开始的，然后自己有点喝醉，这样就上台去玩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你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东西吗？我觉得其实第一年怎么开始我也模模糊糊的了，但是如果大家都还喜欢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而且这些组员们都在啊，常年都是校园中设计舞台，进着做企划、keyboard 做美编啊，乐团也都是那些人啊，那只是那个因为唱片的那个量啊跟产品一直累积起来，所以内容也会不太一样了。那今年后半年应该会做一点比较大的，比如说地景艺术那种演唱会，把某个地方包起来，或者是对，然后垦丁啊，绿岛啊，也都有在计划，都是希望把大家带离开台北，带离开城市，去晒晒太阳。好，所以陈升最新的作品是《风中的费洛蒙》，是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买这个书的，你希望是几岁的人？我其实。写这些东西也没有预想，哎，从来没有预想过，随便。我就像我刚刚说了，好像也是另外一个证书吧。哦 ，OK， 就是告诉我证明你创作中枢没有受损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写得很好，所以受损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只是以后写床戏可能可以写得再详细一点，不然你这样下去门就会浪费，门就会关到只剩。89度，一直不去接触那个事情，就会渐渐的对那个感情消失。我总是觉得有些东西一打开就无法演上了。比如说我们落点的时候之后，就必须要一直落下去。所以乱讲，你有露过点，现在不用露了。尺度一点一点一点来，这样子恢复下来。对啊，比如说我如果一开始就是唱那种 rap 骂人的脏话的。那我还玩什么呢？我就只好一直在更狠下去，对啊，骂到人家祖宗十八代都轻轻骂完才能罢休。对啊，那这个世界这样还得了吗？可是他 OK 很难玩吗？还不错啊，你现在开始想的事情就比较长治久安一点了，就可以玩久一点。我以前很混蛋，我不知道，我以前觉得你比较浪子哎，我觉得现在你好像蛮一副那种规划久一点的。浪在哪里还不知道呢，哎，我真的不晓得，我现在不太晓得。没有，我想很多人都是误会的。我以为他是浪子的，真的现在听起来真的，除了他要杀乌龟的事情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听起来他生活是一个很有憧憬的人，理想家。好，所以你下次那个乌龟可以做很多碗龟苓膏。你放过他吧，你已经离开那次，他说你就挂掉你饶了他吧。好，所以下次挑战更高深的这个体育活动的时候，请你保重一点。No problem。好，好，以后再来玩吧。谢谢你， okay. 谢谢。张云东，谢了，谢谢。谢谢。